根本就不好玩。等会儿的 PC 感觉比游戏更好玩。手作练习，哎，怎么看我？国服破消失。勾西啊，玩的像勾西一样。第二不是排位啊，不过排位我是不会这样子玩的。我操，贴着吗？来，绕我，快点见着我，我死了，前方。谢谢你，闪吗？不闪。升糖。所以这个蛋是什么？注意啊，别失常了。这个前锋也是好厉害呀！这怎么不放王吗？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宝宝，干嘛干嘛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先过吧。我有我的烧灯啊，吓死老钟了。我来了，你现在还很卡吗？玩玩，再看。OK， 不怎么。哇，这个挂机还是蛮帅的。
操，又卡了，怎么关键时候都卡呀？哇，那太有诗意了吧，小哥哥，我真是国服救人味儿。隔得很远吗？你们可以到时候走，然后我走地窖。不行、啊，地窖两边在这里。你哇！天哪！哎呀呀呀！男子也是崩溃了。反正就挺好的。嗯，没遇到啥。打排位神经紧绷了那么长时间，现在看一下也无所谓吧。好。我们俩搏命都用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再见了。